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，继续和这个倾城一起玩排位赛啊。他用的李白千年之狐，其实我看这个关羽他用李白也挺多场的，刚才好像看他战绩700多场啊。然后倾城打了100多场，我这个孙膑也才打100多场。这家伙这个关羽这家伙应该是玩了也很久了，那个用李白用那么多场，700多场是什么概念？前面我都是用那个黄忠打了几场啊，还不错啊。对面又有两个情侣啊，什么老大爷啊、大宝啊什么的，大宝剑是吧？就孙悟空和安琪拉。这回中路没有法师，没有法师我走中路啊。不成文的规定，法师走中路啊，谁跟我走？谁不走我跟谁急啊？因为没有法师了嘛。那我看一下，我看这个关羽应该也很溜啊。李白打野，亚瑟打红，开始撤退，中。哎，我还皮，那这个就不用了。哎，我操，看错人了，我以为关羽是谁，原来是自家人，打错了啊！因为刚才没看图，我只看没看那个小地图，只看大地图。哎，上路怎么能还手？那两个都跑下路去了。中路给你嘛，我去上路帮忙一下呗，上路两口子啊，霸王别姬啊，不是，是啊，是这个吕布啊，其实我应该要加鞋子，刚才加错了，孙膑一开始要先加鞋子跑快点啊。哎，这个助攻算我头上啊！走了，去下面啊，中路啊，安琪拉，发起进攻，开始撤退。两个小兵打我们家塔。你个鬼啊，竟然敢喷我，我不想给你串串招了啊。安琪拉连招就是二技能加个大招啊。再去上去调戏他们两口子。咦，关羽呢？关羽呢？救不了你了。哦，被弹起来了！哦哦，哎呀，还好他没打我。吓死我了！我可不能冲太近啊！我操，这怎么可以连出呢？这关羽怎么做到的？这关羽怎么做到连出呢？我操，这么猛！靠，关羽好牛啊！我操，好烂啊，好厉害！他怎么会一直横冲直撞啊？撞的吕布哭了啊！果然是个老司机啊，不一样啊！
又见面了啊，你们两口子这么喜欢在一起啊。哎呦，霸王别姬是项羽和项羽和虞姬啊，他是貂蝉啊，我看错了，说错了，他们俩不是两口子，胜似两口子啊。躲在草丛里面伺机砸一下，哎，没砸到，砸歪了。呀，吕布你要死了，我操，又来一只猴子。昏了昏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位置了，找不到北了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我这都行，跑不死，但吕布跑了。集合，进攻暴君，特残快。亚瑟，我救不了你了，我自己都快死了啊，完了，闪现没用出来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哥哥，我错了，哥，我操，这刘备怎么死的？刘备你跑过来送死干什么？我操，这刘备搞笑了，给荆轲捡了个大便宜是吧？还有关羽啊，关羽好像没死一次吧？我们关羽果然六啊！嗯，有点。你关羽那么猛啊，一个人冲过去死定了，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李白也很厉害的啊，强李白，哎我操，推出去，哎呀，虞姬就差那么一点点死了，给我打一下就死了，被这个吕布搞呀，真烦。堵路，众人围攻吕布，开始撤退。Thank you.
哎，李白嘞？好猥琐的李白，一下人没影了。哎呦！我没多少蓝啊，我要撤了。算了，再扔一个大吧。我没蓝了，支援不了了，一技能都出不来了，是不是？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这边打龙吗？悠悠。谁去打吕布？靠，这关羽真心挺厉害呀、啊！哈，集合，进攻暴君，开始撤退。打呀，怎么不打了？哟，我就我一个在塔上了。中，这边不是位置。人呢？就刘备死了，还问人在哪里？都死了。开始撤退，发起进攻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我没多少血了，不能烂蛋了。把最后点蓝用完吧。这个准确度要把握好啊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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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打不过了，交给你们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下是没血没蓝了，完了，扛不住了。我经济发育最慢了，现在。不过对面也是完全被我们压制着打，现在。刘备在干嘛？开始撤退！你刚才还想打我？
靠，这熊还抓我了，我操！我是那么好抓的吗？想抓就抓。又要推了，发起进攻。赢了，赢了，要赢了。关羽好烂蛋啊，他哎又赢了，又轻松赢局了，又打到火星了。超神三杀，点个赞。这刘备就不用点赞了，刘备不行。